进来，我嘛摔破，我们有些眼睛都裂了嘛，还真滴烂路，把你们过看。我们楼你看个楼下，还说这过看个兄弟，我不认得你，都没说说出个楼底谁住啊？你说你看我的那个哈，我说你，跟我的拿过。一步了，我还敢不走了？我看跟不对哪天就点，你那爸妈家里啊，他老米就多，就总感觉好了嘛。现在咱这民工啊，他不用，人家一般不愿穿，那不他内那里头内就，你穿不了他身体也是塞的，对不对？那三十了穿，你他老会弄了，退的话，哎，你总得到房价嘛。现在人不愿穿，不管内那里多啊。天都不管穿了，你多都不是都给买一份，一人不是那么看，名底下买了，天都说那敢劳动买了，还没等啊，西欧巴后面跟地，也不差钱了，最后面跟地没多，没有敢地过来，也是人家说不能跟我赔他，因为别人那么看，看到可以能给买，名底农民的心，就把你跟不当，结果因对拿人肉好。